欢迎大家来到，就是这个，其实今天晚上对我来说是我的主题啦，因为我刚没有参与那个演出嘛。OK， 那 Jam Session 基本上不用再介绍了，主要还是要谢谢，在开始之前还是要谢谢啊，大家一直长久以来的支持，然后还有露西亚咖啡，非常谢谢我们这个博南在哪里？对，今天的蛋糕也是他提供的，所以你有吃到的话，麻烦帮我谢谢他一下。对，那这个地方也是他一直在 sponsor 这个地方的营运，还有他这边的支出哦，所以我们要很非常感谢他，让我们有这样子这么好的地方可以一起玩音乐。OK， 还是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乐手我们的 host 老卢老师 on bass， 然后还有大家认识的大包老师 on drums。OK， 好，我是吕志廷 Jeff， 谢谢大家。对，那事不宜迟，我知道今天有来很多乐手朋友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来叫名字上来玩。对，当然你可以拒绝。我们看一下，等下会发生什么事。有没有 Pepper？ Pepper。好，吉比在吗？吉比 Young Drums。吉比。吉比。吉比。Yeah。好，长生在吗？厕所，厕所，哎呀，那你就这个啊，学，佩轩，好好。Thank you.
你看到了，不见了，消失了，对。
Oh,
我们谢谢 Barbie， 我们谢谢 Barbie。Vocal， 好不像台湾人。对，玉成在吗？玉成。OK。好，我们谢谢吉比，谢谢吉比。
Thank you.
轩带来纽约的声音，热腾腾的纽约的声音。哎，还有玉成也是吧？玉成也是热腾腾的纽约声音。
先上来一下，我因为你的关系被叫上来。